国民影后阮玲玉，生如夏花之绚烂的绝世女子，可惜25岁就香消玉殒。阮玲玉原名阮凤根，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，祖籍广东香善县，父亲阮用荣是普通亚细亚油站的工人，在他6年那年肺痨病逝，母亲只能靠做女佣艰难度日。阮玲玉早年就读于上海崇德女校，后来迫于生计而辍学，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，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，主演处女作《挂名夫妻》，从此踏入影坛。阮玲玉容颜出众，她是民国4大美女之一，也是最有女人味的一位，弯弯的眉眼，甜美的笑容，自然纯净，经常一袭旗袍加身，堪称30年旗袍的形象代言人，被誉为中国的英歌利鲍曼。阮玲玉成名后，在民国时期的影坛地位仅次于影后蝴蝶，成为上海滩甚至全国很多同胞们的女神。可是她的情感生活却不那么美好，生命中最重要的3个男人从来没有给她幸福，先是被初恋时的落魄富二代张达民强行索取，后来又被茶叶大王唐季山始乱终弃，好不容易遇见真心怜惜自己的蔡楚生，却是个有夫之妇。蔡楚生因为顾及声乐和家庭，最终选择了放手。如此绝佳佳人落得如此境地，阮玲玉曾说道，假如我要当一个很有名的人，我要当一个神话，我便会在我最美最锋芒的时候死去。可以看出她骨子里还是一个很传统以及很封建的女人，她过于柔弱，不懂得反抗，活出精彩的人生，创造自己的未来。阮玲玉陷于同张达民和唐季山的名誉诬陷纠纷案，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杀，结束她传奇而又短暂的一生。那一年她年仅25岁，阮玲玉如同一朵曼珠沙华，绚烂而炽烈的开了一季，在最灿烂的时候选择凋零。2010年被美国 CNN 评选为史上最伟大25位亚洲演员之一，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